前几天我翻出来了我小时候玩的石器游戏盘，这个游戏在2000年初的时候非常火，是网络游戏的鼻祖，那时候出了好多个版本，我入坑的是 1.82 版本。我们看看这个端游的画质是可爱的画风，玩法呢主要是抓宠和养成为主，主流宠物是五色人龙和暴龙系，他们都是高攻高敏的宠物，但是获取的难度很高，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任务。不管怎样，游戏确实是我很怀念的一款游戏。